我整理了一些外形很有趣的小众香水，它的气味也很特别，有水润的木香、淡雅的雪松、冰凉的薄荷、翠绿的草坪、反常的烟雾与檀香。这支刚喷出来的感受呢，是很清新的，带有烟雾感的檀木香，它的香气很低调，紧接着你会闻到淡淡的微甜的紫罗兰，它是被这个木香所包裹着的。低调淡雅微甜的檀木香，木感很润不干，是很低调的木香，还带有一点点烟丝，很适合日常酷酷的中性风格的穿搭。浮生六记的荷雾狂生，这个刚喷出来就是很低调的雪松木，是那种很清冷的焦苦感，干裂的木头木香，这个香气会让你想到森林里面的小木，放在壁炉边的木柴，但它的甜度会非常低，看不见的园丁。这支刚喷出来就是清澈冰透微甜的罗勒叶，会有一种很翠绿的感觉，绿意中又带着玉兰花的花香，有趣的青草味里面还带有一点点微微的青涩感，很适合春夏。这支是 XY Life 的小狼，这个香气是很冰透的薄荷，你在闷热的夏天里面，你闻到这个味道会瞬间很解腻。这支是冰冰凉凉的，带有一丝海风和薄香，25%的香精浓度，留香时间也很可。在这些颜值小众香水当中，这支克莱因蓝的香水很戳我。你有被哪支戳到？评论区告诉我吧。拜拜。